师傅，我先读一篇分享，师傅您听一下，师傅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，感恩伟大的恩师。弟子经常听到听众问恩师，为什么念的经还不好，语气中不乏埋怨。师傅说水还没有烧开，弟子今天分享一下自己艰难漫长的烧水经历，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坚信、坚持、坚定。弟子的儿子是染色体结石，世界罕见，那时他不会抬头，不会翻身，没有眼交流。弟子在绝望中闻到我们法，欣喜若狂，每次烧送他都痛，孩子马上就会走路失控。可是念了300多章，孩子毫无动静。正在犹豫之际，菩萨保佑弟子打通节目电话，问师父为什么念了300章孩子没有什么进步。恩师的一顿狮子吼把我从睡梦中叫醒，我这才明白，学佛不是做交易，不是急功近利，而是一种坚持，一种发自内心的忏悔，一种水滴石穿的努力。终于在学佛的第3年，孩子学会了步爬，第4年孩子学会了4点爬，第5年孩子学会了走路，学会了叫妈妈，第6年孩子学会了爬楼梯，学会了踢球，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，第7年也就是最近，孩子学会了串珠子，学会了做算术，而且终于改掉了吃手吃衣服的坏毛病。弟子真的无比感恩，当年恩师曾说他本来几个月就要走人的，现在居然延寿了7年，而且一步一步创造的医学奇迹。回想自己的学佛过程，虽然直到现在我的水也没有烧开，孩子离完全康复还有距离，但是我想当时如果只修到第3年，如果只坚持到4000章，也就永远不会出现孩子后来突然会走路说话这样井喷式的大爆发。儿子有个吃手吃衣服的坏毛病，皮衣书当中见什么啃什么，多次咬得我们鲜血直流。期间我也曾怀疑抱怨过这个毛病为什么一直不好，直到修行了快7年，念了1000章左右，他才改掉这个毛病。和我儿子同命的那个家长群，我们曾经寄出过10几套法宝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坚持，现在很多孩子依然不会说话。我身边也有很多人，特别是脑病等慢性病患者，因为感觉没自己想象的那么见效，第1年非常精进，第2年开始懈怠，第3年彻底放弃，真的非常可惜。所以不要再问恩师为什么念经还不灵验，为什么灵性还不离开，先看看自己的业障有多少，先问问自己尽了多少努力，念了多少经文，修行了多少年，看了多少篇白话佛法，听了多少期节目，度了多少人。我们应该感恩灵性给我们还债的机会，感恩苦难磨练了我们的意志，感恩现在还有这样的法宝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。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，求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慈悲原谅，弟子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感恩，最后分享完了。非常好，叫他自己放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啊，明白了吗？像这种能够度很多人的，你知道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坚持啊，你说说看多少人离婚嘛，就是不能坚持啊，明白了吗？不能坚持里面有一个软着陆点，就是不能相互理解啊，所以人不能相互理解的话就不能坚持。你说你对菩萨能够理解，你会懈怠吗？你会不念经吗？你相信菩萨会救你的话，你会放弃吗？明白了吗？